墓地，墓地。嗯，不是岳子夫吧？女巫。蹲。蹲在红毯了，应该会过来找我的。操！你不会来真的杀我吧，哥？暴走呗，真的。操！为什么前锋还在红毯啊？你们他妈一个个的都贼牛逼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管我了，不管我了。放他去。我靠，哇，恐怖，隐形彩板，怎么没修机的？这把要溜好久。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底牌好了吗？告诉我。看一下。哦，没事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还差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好了，应该好了。接下来就是不死地窖、不死地下室、不死墓地，就是。关键是有人跟着我去，没有人，我操！我得去。又开始，又来，又来，又来。再来去，再来去。应该出一波起源。哎呦，徐立导好烦，妈的！先出一刀就好了。今天拿出手机子了，这是？不会吧？那是去哪儿的呢？元素都已经拉脱了。不对，我还是我觉得还是不建议装。我操，这能装下来了？装下来他吃不了电击了。等你。这样还是好客户。因为快亮了。板子不弹就好了，这次被干扰了，小黄了。先过去了，怎么可以就这个位置？压好了，压好了。这什么呀？这？牛逼，铁闪了。
要扛吗？在哪儿？我给你扛。我在木屋。看到你人，张信徒。怎么在这儿？我转动走了，我活了。你直接走门就散出了。我在帮前锋扛刀。打我呀！哦，打我了。冬雪。哎呦，冬雪吧？嗯，裂开。